这座玩具工厂出了名的困难，今天鼠鼠要选择逃离这里，却不，他已经开始挑战了。先一个小跳进来，观察下四周，钻进一个小洞口，再看看四周，钻进一个透明管道，仅用一秒鼠鼠通过，转身钻到旁边的过道中，几个来回，鼠鼠看看面前的花花，继续前进。再钻过一个洞口，鼠鼠有些累，对着镜头发呆下。呜呼，看来鼠鼠想跟镜头来个互动。爬上前面的小坡，鼠鼠看到一节透明管道。过去之后，向着更高的地方前行，爬上一个台阶，又一个台阶，不知不觉，鼠鼠已经来到这座城堡的高处。不知道鼠鼠是否恐高，他似乎听到了，还朝着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离终点不远了，鼠鼠很激动。再跳两个台阶，跳上高台，穿过前方小门，鼠鼠准备先吃些东西填补肚子。他似乎吃得很开心。一个转身，鼠鼠发现了宝箱，原来已经到了终点。鼠鼠后知后觉，开心地享用起了自己的美食。